Hi everyone,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this evening. Welcome back, and we will now begin with another seminar about traveling from Sharon. 哎，大家好，又到了星期二了，又到了谈论咱们我的日本旅游的时间了哈。这一次的话呢，我回到日本的最也不是属于最南边吧，因为南边那边还有一些小岛是日本的。之前我说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小孩就告诉我到那个日本的那个这个，就像 NASA，也相当于美国的那个 NASA 的那个基地一样的。他说到那儿去，就后来查了一下，那个地方好像没有这个公共的这个交通去，所以呢，我就说 OK，往哪边走呢？就想到这里了。大家知道从上一个这个 seminar 就知道了，我先是到了这个广岛的这个地方，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地方，然后去了以后呢，大家也知道，最后我到没有钱了，身上就大概就是购买一瓶水，一瓶可能一瓶水稍微多一点的钱哈，然后就去取钱，结果就两个机器都告诉我，不能取钱，所以当时身上就是这一点钱了，不管怎么样也没有影响到我做一个决定，再回从这个广岛回到大阪的。火车上，我在那个凳子那个上面看到了一个鹿儿岛，哇，我觉得哇，这个鹿儿岛，我觉得因为非常的熟悉的名字，之前也不知道在哪儿，我心想哇，这个车子居然到鹿儿岛去，因为当时鹿儿岛和长沙是一个友谊城市，所以这个名字很熟，我心想哇，居然有那么多年的这个友谊，到了。这个日本不到广岛，不到鹿儿岛去的话，好像有点讲不过去一样的，所以我就再回来的那个回到大阪的那个路上，我就说哇，往那边走。第二天，所以我就尽管身无分，也不能身无分文，有几个钱，有几块钱哈，然后我查了一下呢，这个我当时是住在这个Osaka，就是大阪。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哪个地方来着？那个大广岛，广岛，这不对，因为的应该在这一边哈。哎，这个上没有他的那个。好，然后现在的话呢，那个是2个钟头的车子。叫什么？叫那个他的那个新干线，2个钟头应该大概在哦，就在这里，在那个Horoshima 这个地方哈。我当时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广岛的话呢，鹿儿岛的话呢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想，既然他们那个新干线那么发达，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一天打来回，我就到火车站去买了票，那个就是换了票，因为票我已经买了哈。他那个从 Google Map 上头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要自己开车的话呢是11个小时，如果是坐他的那个新干线的话呢是4个小时。那我就问那个买票的那个人，我说。我要一天去，能不能一天打来回？他说可以，那我就说行。大家看，4个小时16分钟到那以后也没有太多时间玩，大概中间就玩了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就回来了，因为坐车都要坐8个多小时哈。那就是说，找到了鹿儿岛的那个站台，也就是说，买了一个票的话，它是有座位的，兑了一个票有座位。这次我去的话呢，我是买了2种7天的票，第一种是
对不起，我应该是话筒没哦，这个没打开哈。第一种的话呢是，就是第一个7天的话，那个票不是包括所有的。那么第二个7天的票呢，它都叫 JR Pass，但是那个是 Regional 的，这个是全国的。所以我就心想，我买了以后，我就直接订它的那个票。如果你不订票的话呢，你有危险，就是坐不到车。如果你订到票的话呢，你就会非常的方便哈。它那个新干线的这个车子还是蛮漂亮的。这个大家看一下我们漂亮的车。日本的车子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怎么样型号吧，这个是一种比较漂亮的，还有一些就是土的、掉渣的，它也有火车，也有这个公交车，也有这个地区的一个车子哈，所以这一次去的话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它每一个车的。售票，然后每个车的这个形状，什么东西都会不一样，那个 system 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车子上，刚才看到，在这个车子上，它讲了有免费的 WiFi，因为我们知道出去以后 WiFi 非常的重要。它就。那我就心想，哇，这有免费的 WiFi 的话，我就不用用自己的，因为自己的话，我是买了5个 GB，我都忘了，反正就是说，那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哈，总是出去这么想。但是它这个 WiFi 的话，非常的不稳定，一会儿就没了，一会儿就没了。后来心想，哎呀，算了。Forget it，就是还是自己买。所以出去以后，不要去听他那个免费啊什么东西，他其实效果还是不好的。所以大家我之前可能在第一个讲座的中间就讲了怎么样去买那个 WiFi，我不是我是去年前年到这个去年应该是，到欧洲去的话，我都是在当地去买他的那个 SIM 卡，那就是后来，这一次是第一次用那个这个 SIM 卡，所以就很方便，就是交一个钱，然后你再注册，然后到那儿就开始使用了，非常的方便。我是买的1个月的，这个里面的那个座位的设施也蛮不错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坐的人其实也不多，但是你要是不买票的话，这种他已经说要 reserve 的这个车子的话，你就。不能坐哈，所以买了票还是就是说放放心心住在这里吧。刚才我就是说，我是头一天看到这个车上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这个凳子上看到没有？这个右边这个图，右下角这个图，这个上面写个鹿儿岛。其实头一天我到那个广岛去，也是坐的这一趟车回来的，所以是在这个上面发现了那个鹿儿岛的。然后第二天就是当天就决定去。这个鹿儿岛呢，它是和这个樱岛连起来的。从这个图大家可以看，是个空中拍的图，那就是说。面对我们这一块儿，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个鹿儿岛，对，这个是鹿儿岛。然后我们坐那个船，它 ferry 就是从这里过去，过那边去。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上面这个火山在喷发。我做了一些研究，就是我做了一些 research。就是说，看他一下，他是说，这个岛是1914年开始，不是，是公元700多年就开始，有这个活动的迹象了。它最大的一次活动是1914年的这个
大震大喷发，它把整个这个岛，原来这是个孤立的一个岛，它把这个整个的岛呢，就和这个大陆的这个板块，我心想是这一个地方把它连起来了，它喷出来的这个岩浆就把和这里块连起来，因为我们在我是在这个鹿儿岛的，因为这边还是要过那个。过那个 ferry 的话，所以我就心想，可能是那边连起来的哈。如果开车去的话，它直接可以从这个有公路通到它的，那公路也是修的也蛮不错的。这个鹿儿岛，这个樱岛的话呢，是在我这是我收集到的一些，他讲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面积是77平方千米，是一座由安山岩和刘文岩，这个就搞不清楚是什么，是一个就是一个活的火山，那个。它这个上面讲的是2023年2月14号喷发了2次，它这个喷发的话，我就不知道它的标准是什么。因为当时我到了这个岛上以后，和那个服务员就是跟他聊，问他一下这个火山喷发的情况，因为他们那个设施就在。这个山脚下，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喷发是不是很危险啊？或者是有没有影响啊？什么频率是多少？问了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7月份去的，因为是7月下旬了哈。那个人告诉我，他说，一般的话，它的频率呢，一般的话一个月会喷发那么1、2次。那刚才我就是从 Google 上找到的这个信息，就是2月14号连续喷发2次，那可能它喷发的那个量可能会不一样哈。这个人跟我讲的就是岛上那个服务员跟我讲，他说，一般的话呢，一个月会喷发1、2次，喷发的那种那个不是非常的危，没有危害，它就是一些。雾啊，一些那个灰尘啊，就是那一种。他说没有什么大的，像我们平时讲那个火山爆发，就有那种大大的那种，岩浆流出来没有？这就是说一般的话，它没有的话，一般的话它都没有。当时我去了以后，大家知道我是临时决定的。但我这只是说，我到鹿儿岛去，但是鹿儿岛看什么、怎么看，我都没有感觉。后来在Google 上面查了一个有个活火山，我又不知道怎么走，然后我就问了那个日本的小孩，我就说，哎，我说你那个我要到那个樱岛去，当时我还不知道叫樱岛，我就给他一个英文名字，我说网上查不到去的地方法是怎么样。后来他特别的好，让我很感动，他就给我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个查了那个底下那个他全是日文写的，他告诉我在那个他也查了 Google Map 查不到，然后他就是在别的网站上查了一下，可能是日本的网站哈，我都没有用那些，然后告诉我应该是怎么走，然后票价是多少，然后呢你还要坐一个船过去，坐船从你下车的那个地方，然后到走到那个地方应该怎么走，他就把非常详细的这个信息给我了，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太好了。这个日本人的话，一般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帮助。他其实这个小孩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也就是我那天在广岛的那个旅游的那一旅游城的跟他见面的那个小孩。他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是都是日文写的哈。后来我就知道了，他这一个，他这个给我的时候呢，其实他这个要坐的公交车呢，它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城市，一个循环的。
只要你上车，不管你坐几站，你都是170日元，那就是相当于我们这里是1.7块的这个加元哈。他告诉我，我要是从这个看到没有，他标的非常清楚，我是在这个火车站出来以后呢，要坐到水族馆门口下完了以后呢，直走到这里，然后坐船过来。真的是很细心，我就很感动。我说好好好，谢谢你。结果他还告诉我，下了车以后要从水族馆这个地方要走，直走，走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才是坐船的地方。标得非常的清楚。真的是没有他的话，我可能也可以去，但是呢，就会非常的。没有把握，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在那儿时间不多，就是说你要浪费一点时间在问路啊什么东西的话就没有时间到这个岛上去了。大家知道一趟车是4个小时16分钟再回来，然后我还不能太晚回来了。当时我没有住在那个，我住在大阪，但是我的这个火车的话呢，只能到新大阪。就像我们好像一种新的一种交通的话，总是在。老城的外面一样的，它是不在老城里头，但是我是住在大阪的老城，所以就会不一样。然后后来以后，他还告诉我，下了车以后，你一定到2楼有一个问讯处，你到了以后在那儿去问讯。我觉得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也没有去问讯，就很快的就找到了。所以这个是鹿儿岛的中央火车站，这个是应该是新干线的一个新车站。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我一路上就是蓝天白云，火热的天。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火车站的一些个设施，一些个街上的一些景，这个就是街上的景。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非常的一个，和其他日本其他的城市一样，很干净，也很这个。就是想起来，日本应该人很多很多哈，到处都是人。但是到这个稍微离东京、离这个京都稍微远一点大城市的话，它是人还是不是特别多，街上没太多人，也可能是因为太热的缘故哈。这一趟就是最最感激的就是热，这个是我除了那个火车站的外面，因为7月份应该是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但是这个地方在搞一些活动，这个活动还搞得蛮久的，因为我在那个岛上可能有1、2个小时，我去的时候他们在做，回来的时候也在做，看上去还挺好玩的。我在这里只看了一下，没有停留。一路上也是风景，这个是到那个船码头一路上的经过。我就特别喜欢他们这种，那个时候是夏天哈，它叶子还那么漂亮，而且还有很多的这种中国字，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汉语，他们的汉文都是。都是用的很多的，这个就是我排队去的那个车上，这个车的话就是比较代表整个日本之前的这个交通，第一，它为什么呢？你看它那个上面，都有一些站台信息都在这里，而且它这个。就是打信息的方法呢，就还非常的原始，非常的只是这个像我们之前一样的没有一个电动的这个显示器，它在这个地方呢，它就可以告诉你下一站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投票的。机，大家我还记得就是在那个到那个。世界闻名
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小镇子去的时候，我差点把人家那个收票的机都把它给掀翻了。所以这个汽车就和那个是一样的。这个还有一点这个现代化的哈，这里还有提在这里。中间的话应该是还蛮多人的。我为什么照这个相片？这个相片，后面就是这个是司机，司机后面这个是专门是装钱的。他就是说，你上车的话，你必须有零钱，你没有零钱的话，他后面有一个机器可以让你换的。这个是刚才讲过的乘车，然后这个是到了那个要过海峡了，远处看的这个山就是阴山，就是阴岛的那个活火山，所以在一路上去还真的是人不是很多，还蛮舒服的。这是船码头的那个景，居然还有那个，看他们这一个牌子就知道今天这个船长是谁，这个机关长，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甲板大概就是说，如果认识中国字的话，八九不离十就知道他们今天是由谁在上班。这个也是他们这个信息牌，可能经常也在换。信息牌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咱们的线路是走哪一条？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一路上，到了那以后，因为4个小时的车的话，到那以后呢，就还是也没有时间在那个火车站这个吃东西。坐跑到船上去的时候啊，他就自己有那个也船，他就提供这个食物，所以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就是有40分钟的船要坐，所以就买了一份这个面条，坐在船的尾上，然后边吃边看景，那真的很爽。这个那个对面就是鹿儿岛。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船的这个码头，这个大船的话呢，挺好玩的。它是人和车一起通过的，大家知道可以从那个岛的那边上岛，对吧？然后我爷爷可以从这边去，那就比较近一些，可能很多人就从这边走了。他会车上的那个路径和人上的路径都不一样，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上的，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上次到 Nova Scotia 的那个岛上去，那个岛的话，那个船那个 ferry 的话，它没有，好像没看到像旅游的人去，因为一般都是开车的，所以全是我们就是坐在车子上，车子在开到船上去坐，所以就是挺不一样的，这看的也蛮新奇，因为他们那个整个的这个交通，整个的这个他那个桥现在一个都这没有个规格都是非常的严谨的。这个是下船的地方，当时这个小孩告诉我，他说我们是170日元，但是后来去了以后觉得，这个他的那个票价不一样，他这边才就是说有票价，那网上都查不到的哈。所以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个网，可能就是我查的那个网都没有。下了船以后，他是讲的这个还是属于鹿儿岛的，因为可能是那个范畴，也是，就是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商店的一个牌子，也不是很大。可能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去的时候都是当地的人吧，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就是 confuse 的那种。这个石头呢，就是它的火山的那个
熔岩爆发出来的石头，所以他们当地人就会把它收集起来。有一个公园，因为那天那个公园我没找到，所以我在路上看了这个石头。那人告诉我，他说这个就是火山石爆发出来的，修的这个墙。又另外一个地方，它有全部是由这个火山石铺的一条路，所以我就想，哎呀，因为又找不到地方，当时应该可以租一辆单车，但是我因为没有太多时间了，就只能到此一游的这个感觉。这个岛上就看得到有一些这个神社。大家看到这个牌子哈，因为日本有两种，一种是神社，一种是寺庙。有没有人知道神社和寺庙有什么不一样？对，今天有点时间，有点紧哈，下次再跟大家讲神社和寺庙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进去，就是上山，大家一看就是这个山上，我就找那去看了一下，还真的漂亮。而且他们日本的话，他们好像都喜欢用同样一个颜色，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所以这个神社的话，也是人不多，但是那个景还是蛮漂亮的。这个就是一个火山，这个火山底下的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的，它有一个烟雾报道的这个显示牌。当时我就是在那里拍，我就想把这个显示牌上的这个字给拍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拍不下来，是因为这个他们其实看上去都是非常的清楚的，他告诉你这个时候空气的这个纯净度是多少？然后火山的活动情况吧，它都会在这里显示出来。所以匆匆一游也匆匆一别，总算也看到了这个火山的这个不一样，非常美的海景，非常美的青山绿水，这个真的是叫做是太漂亮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远景走过去，整个火山的，这是海峡口。非常漂亮。这个是最后照了一张相片，就跟他说再见了。然后时间，今天时间也到了哈，就是今天也就是火山一日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能稍微经历一下。特别感激那个小孩儿，帮我把所有的要走的路径都铺平了。也特别的，就是说，后来我把就是刚才这个视频给他。他告诉我，他说我很幸运，因为他去了以后，因为是下雨天，他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景，所以很幸运，今天，我去的这一天看到了。所以下个星期的话呢，我要讲奈良的惊喜。奈良是一个寺庙闻名的一个这个寺庙和神社比较有名的一个城市，我当时没有准备去，后来我就想已经在那个附近了，它离大阪很近，所以我就说 OK，那我去一下。结果去了以后，特别的惊喜，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玩。好的，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好，把话筒交还给主持人。